아야! 我今天不是说要让你下班前给我方案吗？我答应电话一打通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去兼职了？啊，好烫！我们家那个水压不是还行，然后换成上的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那我把衣服给您帮忙跑了。好。 你这睡衣，我穿着还挺合适的。正好，给你煮了点姜茶，喝点吧。方案我晚点发你，你喝完茶走吧。怎么有酒啊？我不喝，我不喜欢生姜。就你事儿多。我可是加了家里最贵的白酒给你暖身。 刘助理，你这日子怎么过的？我们打工人就是要做好随时搬家的准备。东西坏了，能修就绝不买新的。条件就是这个条件，江总要是受不了，那就走吧。不行，今天走不了了。我必须在这看着你做完。 刹那时间停下，因为你心跳呼吸，此刻相遇云间雾里，只有你那么清晰。点缀微光中的空气，弥漫在漫长的情绪，似乎我们就在别人眼里充满干劲的你，也有这么疲惫的时候。 这个破烂的家，装得下你的梦想吗？我也想住进这里，留着我的睡眠，以及体验你的生活。谁的箱子啊？你的。我的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想租你的房子，这样方便工作。租我房子？疯了吗？ 现在是我们的私人时间，快点把门打开，把东西搬进去。我们，刘助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明天就搬出去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嗯，哼，干嘛呀你，江总？哎呦，哎呀，阿丽啊，可好回来了！是啊，你看我们今天正好过来收利息，看这房间里灯亮着，敲门一看，哎。
一个九分的，还在那叽里咕噜说这就是他家。你说这就是我家啊？什么你家这是？你们能不能先把他放开？他是我老板啊，老板，你老板？哎呀，你说说你，你看你，你怎么冲男朋友啊？也不跟阿姨知会一下。这个钱晚一点还没关系的，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啊，那阿姨可是必须替你把把关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还以为你把这个房子卖了，人走了呢。你是怕我不还钱吧？那是啊。他很穷，但我有钱。他有钱。密码668。感谢你祝福我。给我！江总。你爸欠我们那么多年的钱，今天终于还上了。这利息啊，大爷大妈也不要了，你也不用卖这房子了。这男朋友真好，不是？哎呀，李阿姨，你有没有啊？真能干，找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公，真有出息。快！是吗？哎呀，别拿他的钱，只有债务提当还啊。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。如果你找我，我是江氏集团。来来来，这个清账啊，必须得有个凭据。你别怕，你们别动，你们别动，别动，靠拢一点，别，亲热一点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哎，怎么没有？没拍上啊？再拍一张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大爷大妈，这你们也知道是头紧，但每个月该还你们的，我也没少过吧，一天也没拖过吧。经常卡里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，我也都还了呀。这是我们第一张合照，代表我厚着脸皮闯进你的生活。我想让你慢慢了解我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赖在你的身边。